是 NQ 青海店的玲玲，那我今天要示范三种不同画法的大理石纹。那简单介绍一下，第一种的话就是我们单色底，然后第二种的话是双色底，第三种的话就是三种以上颜色的那个晕染下去变化这样子。对，那我现在就开始直接示范给大家看。